我儿子，我儿子呢，他是在上中学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他的皮肤病，他是睡觉的那个床啊，那个枕头全部都是血的，然后是他去看很多很多那个专科，还有哪里医生，人家讲好就去看，啊，是维持在3L左右，3L左右。可是呢，他的明显看到了，他是喝了三个月的效果，现在呢他是没有爬了的，然后他枕头啊、床啊，全部现在是没有血了的，哦，连他的皮肤哦，他之前的时候哦，红一粒一粒的时候哦，他有一层皮哦是干干的，干干，然后像树皮一样，然后他会慢慢哦，然后每天就是喝喷，冲凉出来就是喝，就是喷哦，哦，加上喷呢，喷的效果呢真的是很好的，所以你们要大量的喝，大量的喷就对了。哦，每个人都是要坚持喝啦，哦，才有效果。OK 啊，我分享到这边啦，谢谢。谢谢。